最近成都不是不敢出门遛狗吗？我们家这两个狗啊，已经两天没有出门了。哦，还没怀孕不能出去。所以啊，如何让他们在屋头屙屎尿就成了我最近脑壳最痛的问题。像薇薇这种学霸呢，一般是不需要我这么操心的。哎，好棒棒。但是吴妮妮这个小笨蛋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妮妮，我娘。这娃脑子不太好使。啊，不行，他没有我尿不能出来。你让他搞快嘛，你教下他嘛。哎呀，真的不是我太狠心啊，是因为我一心软就很费地毯。妮妮 ，no， 不可以，妈妈给你圈了位置嘞，你不上。我错了，和地毯说拜拜吧。咋子嘛？你我的地毯还不准收了说？咋还有点一不舍？啊，你把我地毯收起了，我在那去窝呢。干脆还是一步到位吧。叮叮叮，再给你们来点灵魂。灵魂飘落。我娘喂喂，哎，乖乖，我娘，我娘，哎，喂喂，好棒啊！奖励，你捏去去，我娘。成败就在此一举。我娘。娘娘，哎，好棒啊，好棒好棒，感谢大自然母亲。